好，现在继续来一场拳皇九八的对决解说。现在一匹八神，二匹首发克里斯，我们来看精彩的对决。好，哎，这个八神是非常的犀利，哎，克里斯但是跳得更猛一些，应该说是这个八神应该能压住克里斯。哎，克里斯直接来了一个半圈拳啊，八神直接哎，直接一个百合折，直接没有点住啊，无法没点住，非常可惜。哎，克里斯没逮住啊，来了一个跟头逮啊，没逮住。现在八神依然是疯狂的进攻，哎，逮了一下，这次大招连起来了，非常漂亮，八神损失惨重。但是依然可能还是会赢的啊，因为克里斯已经没血了。到时间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局，第二局是捉魔啊，这个是八神依然是特别的猛烈啊，直接发波再发波，哎，套下盘直接回花点起来，捉魔还没有反应过来啊，这一次，哎，刚一下。再次来一个波，哎呀，又来了一个反应，被琢磨打了起来啊！这个十三连打得好，哎呀，升龙是失误啊！这个升龙，现在我们来看第几局了？这是第三局，现在琢磨是占据优势。板崎良的师傅吗？琢磨是。哎，板崎良现在是哦，被琢磨一个大招直接打中。现在板崎良是非常的郁闷啊。哦，一个大招闪电拳，板崎良使出了特连招，完了，琢磨是被一套带走。现在满上第四局，二 P 的八神是不是那么的强啊？哎，这还不错啊。八神也是拿这个板崎良没什么好办法呀。哎，一个波直接打死。我们来看关键的第五局来了，独眼龙八神直接暴气，哎，一个青龙稳稳打中，完了，被吸血了，这个独眼龙会吸血啊。哎，操操的，直接这个打的非常的猛啊！这个独眼龙，这应该是将军呐、啊！哎，直接玩完。